娱乐圈传言不可信，陈浩民否认拍雷剧。当明星啊，不仅要饱受感情上的流言困扰，在事业上还得面对传言的考验。近日大型古装轻喜剧《欢喜县令》在上海开放媒体探班，主演陈浩民、林子聪等人悉数亮相。尽管《欢喜县令》还在热拍中，但是有关雷剧的猜测就不绝于耳。对此，陈浩民、林子聪这对喜剧黄金搭档便齐齐喊冤：总会有一天得到认同，我们就继续努力坚持。说我们是雷剧的朋友，我们就用《欢喜县令》让他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吧。其实从活泼济公开始，陈浩民和林子聪的对手戏就广受观众的喜爱，加上林子聪在周星驰喜剧电影中有过出色的表演，于是很多观众就期待这对欢喜对头能再创周星驰吴孟达或赵本山范伟那样的喜剧黄金组合。然而已经合作过6次的两人是否会担心笑料不足而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呢？那周星驰演了几十年的喜剧，当然是这样演下去的。我们跟着子聪哥一起换他，所以我真的不担心这方面会缺货，我们的笑料一定会源源不绝的。小编点评：聪明搭档，小编看好你们喽！娱乐乐翻天综合报道。